好了，因为你们两个都不是电玩咖嘛，你们两个人都不玩游戏的嘛，对不对？谁说的？不是，我知道你会玩三国志 啊，可是你三国志好像不是跟朋友一起玩的，好像不是跟家人一起玩。我当然不会啊，怎么会跟家人一起玩？对啊，来嘛，那个时候过年就是要一起玩三国志，来换你内政了，哼哼。来，你内政，来我外交，什么？换了黑哦，这不太可能啊。对啊，听起来就不可思议。没有，还好啊，像比方讲最近那个。出完整版返校也是啊，就是你也只能一个人玩啊。哎，对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返校我还要请你帮我录东西，结果后来没做出来。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问了好多人，因为我那时候在玩那个前置版的时候，我觉得很棒，然后我想要做一个专题是大家一起玩的那种感觉。结果呢，就只有墨卓有给我那个有录东西给我，然后我自己也来不及做，然后我还问谁啊？问超立方、法兰克，还问了太郎，结果没有一个人。啊，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不问我？我没有问你吗？你没有问我，我没有问你。我生气了，生气了，我不录了，不录了。你不录了啊？可是你因为平常不问你，因为你平常又不玩游戏，所以第一时间没有想到你啊。对啊。所以我给人家刻板印象就是我不玩，我不打电动。哎、欸，我有问过你，你说你自己玩好，可能就会玩到很那个，所以你就不要玩嘛，对不对？一起跟你讲的啊。可是还是会手贱，然后打，就是把游戏打开。对啊，所以你看，就等到你那个什么，你说玩《刺客教条三》开窍了，我就会邀你来聊《刺客教条》啊，对不对？真是的，干、啊、嘛这样嘛？没有啊，可是我平常还是会把那个就是那个模拟城市打开，然后再让它跑啊。哦，好啦，讲到游戏 啊，因为那个其实过年啊，真的适合玩的游戏是一些那种。派对游戏，你知道那种东西吗？就是那种真的玩好玩这样，然后知道 Wii 嘛，对不对？ Wii 大家玩好玩的，是吧？我来找一个，这个我真的还蛮喜欢的，很可爱。讲到过年打电动啊，我不是说就是我们每次就是大家很多亲戚就会回去嘛，然后我的叔叔就是他。他的小孩很喜欢打电动，就是每次回去看，然后他的主机都不一样，这样。对，然后他就是，然后我们就从红白机的时代开始打，打到超人嘛，然后超人之后，然后 PS1， 然后 PS2、PS3 这样。对，然后我们就是每年那时候，就是让我的那个电那个有关电动的那种知识，然后突然暴增这样。啊，对啊，打电动的知识暴增 ，OK， 就是因为在那个时段，然后有电动可以打，然后我就知道，就是有一年就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超任有一个阶段，好像就是超任的主机上面可以接一个磁碟机啊，对，那个我也有，然后对对对，然后那个磁碟机不是就是你可以用3D 磁片，然后去读一些东西，然后呢，就是那一阵子，就是他拿了那个主机来，然后就在过年的时候打嘛，然后我们就打那个钢弹的那个对打游戏，这样。W 钢弹啊，对啊，对 W 钢弹，然后大家对打，然后就是我叔叔那两个小朋友，就是大家都打不赢他这样。就想说，哎、欸，他本来就打电动很强嘛，所以大家都不以为意。结果我就偷偷观察，就是他在打，就是开场之前，然后会偷偷。另外再塞了一个三 D 磁片进去，你知道吗？啊，再读一个磁片。这个东西怎么有那么好，有那么好躲吗？因为那个东西大家都看得到啊。就他看，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他那种金手指之类的，是吧？对。需要这样子吗？为了这件事情，是有没有这么玻璃心？对啊，有没有这么有没有这个必要做这种事情？玩游戏不就是玩开心的吗？干嘛要这样子啊？反正就这样子喽，对啊。可是好啦，因为你那个游戏我小时候很爱玩，知道吗？哦，对，我也很爱玩。我来找画面，这个游戏其实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玩，因为它大概是它是超任里面啊，少数几个那种可以打连段的游戏，知道吗？就是那种它有就是轻脚，它可以轻脚打连打，然后接下来接重拳，然后干嘛？然后接下来再靠一个那个波动拳之类的，然后。
一个快的一个快速的动作，然后把一个美妙的动作，然后 end 掉这个动作。对，所以如果你能够抓好的话，你就会觉得还蛮爽的。所以，主要是因为超刃啊，它其实不是很流畅的一个主机，就是它的画面其实动作都有点 KK。对，但是它的特色是它的画面非常漂亮，颜色非常精美，就是在当代啊，就是它比 Sega 啊，然后 PC1 都还要漂亮很多。对，就是也不能这样讲 ，PC1 其实比它漂亮，画面比它漂亮，音乐也比它好听，但是它就是中间的一个那种很高端的，就是画面又漂亮，然后流畅呢不算是特别流畅，但是 OK 的状态。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做 W 钢弹，其实是一个很。你已经是里面最流畅的，对，所以超刃在那个时代比较多那个 RPG， 就是文字游戏比较多，然后动作游戏其实相对的没有那么多，然后这一款其实已经是超刃末期的，已经很后面了，对啊，所以这个你现在去，你现在去做 Aloha 或是那个核心客运上面可以打到这个，不需要这个，我上一次啊，这下次就不要坐高铁啦，对不对？你下次不要坐高铁，你就坐核心客运回家，然后就打。讲到这个，我最近都还没有买票嘞，对啊，现在都还没买票，赶快买啊，要不然买不到哎、欸。没有、啊，我就在想说，因为现在自由业了嘛，所以事实上也可以在前几天提早回家这样，但是现在好像很困难，因为。人家有的在过年前就拿工丢工作给你，所以突然间变得好像很难回去，所以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办。对，对啊，玩，对，哎、欸，我觉得过年玩那个老游戏真的是一个不错的 idea， 真的。如果你的朋友们或家人们一样都喜欢玩游戏的话，玩红白机啊，玩超刃其实是不错的，只是麻烦的就是不好找了、啊。对啊，但是。因为最近复古风其实还蛮流行的、啊，就是我看到很多实况组他们会去玩一些那种老游戏，然后我上次看到一个实况组是跑去日本买很多那种老的超刃卡夹回来，很便宜这样，对啊，哦、好羡慕哦、喔，那个看到那就超流口水的，你知道？嗯，对啊，所以你们下次有人要去日本的话，请那个可以那个什么去找看看有没有这种东西，然后帮我买回来这样。听说很便宜啊。